那您知道我这件是什么吗？这件是这个蒙哥马利原来就曾经穿过，英军的这个将军啊，蒙哥马利曾经穿，这还是有的毛呢子的啊。嗯，这不是蒙哥马利穿的，但是蒙哥马利穿过这种式样的。下边呢是别动队的服装啊，这是中国女子和别动队是军武特遣队啊，这个特制的服装，很漂亮，苗条淑女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小伙伴们大家好，猜猜我们这周的礼物是什么呢？答案就在我的身上，就是这个军武定制的迷彩针织衫。它呢本来是给男生穿的，可是我试了试，很温暖，很舒服，软软的，就像偷穿了男朋友的衣服一样。那怎么才能拿到这个礼物呢？还是老规矩，去关注我们军武大本营的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在里边回复我要两个字，记住了，是我要，就有机会拿到我们这个暖暖的、很温暖的新年礼物了。